一擊必殺將被移出啊！喺訓練家戰鬥無法使用背包，哇！弱智訓練家冇得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我哋玩一隻嘅 Pokemon 嘅改版遊戲啦。咁今次係第一次咧玩 Pokemon game 嘅時候就出樣啦，係啦，都幾有趣嘅。咁呢一隻咧就係、是、一隻 Pokemon 嘅激進紅，係啊，激進紅。呢隻遊戲咧就聲稱咧佢係一個高難度嘅遊戲啦，我都想試下究竟嗰個高難度嗰個嘅難度究竟有幾高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即管嚟啦，即管嚟啦 ，OK。好，咁其實我都諗緊咧，究竟需唔需要開住 cam 咁玩 Pokemon， 定係大家覺得唔使呢？啊，大家不妨可以話俾我聽，啊，留言話俾我聽。如果可能條片嗰個觀看次數唔高嘅話，我可能都未必會出樣，係啦，可能就會導，因為我出咗樣嘅關係，所以導致個觀看次數下滑，係唔知道啊。那現在我們開始吧 ，OK 嚟啦，都係呢一個大霧博士嘅一啲嘅啲。讲嘢啦，大家叫我精灵博士，跟住呢个世界车识住一只 Pokemon 嘅精灵，系啦，咁大家都会弄嚟打交啊，或者系做朋友啊嗰啲。好啦，我哋男定女呢？我哋揀女啦，今次好嘛？小男喎 ，OK， 咁啊是但啦，都系打呢啲啦。系啦，佢声称系都非常之困难嘅，我都想睇下佢个困难究竟有几难。呢个系我孙，佢叫咩名？佢叫 MK 啊，唔该。点解我一揿完佢一定要帮我揿其他掣？唔系好明。OK， 佢系 MK 嘛？属于你嘅传说中嘅开始啦。再玩红白机，充满精灵，精灵嘅书有相约啊。呢度有冇特别？我冇特别好，我哋行唔得。呢张贴嘅通告，揿 L 键切换自动奔跑。冇啊，冇啊，唔知道点样玩。是否整呢个随机 setting？ 开启后随机出现精灵训练家和礼物，但 boss 精灵不变，不能重新打开或关闭。好多传说精灵不能遇到。是呢一个应该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系嘛？好，我哋嚟啦。是否要为设置困难者限制你遇到更好的精灵？是否要为随机 setting 困难模式会阻碍你遇到更好精灵？可以一试。好啦。依家系随机再加困难模式两个，好，困难模式已经 set 定好啦，我哋出发。电视讲过啦，每一个女孩子都梦想住去旅行。啊，系啦，隔篱嘅大宝博士揾你，有咁嘅事咩？有咁多女仔想去旅行嘅咩？Pokemon 啊 ，MK 的家，呢个系佢家姐喎，娜娜美 ，MK 系细佬，佢而家喺研究室。好，我哋要出发。好啦，呢度冇咩特别啦，我哋即刻嚟。呢度有三只精灵，三只精灵入面咧，究竟有咩特别嘅嘢咧？我哋睇睇啦。好，我哋先睇最熟左手边。你选择系鸟蝙蛙种子，真系啊，系种子，但系唔系妙蛙喎，大佬，唔系奇异种子喎，向日葵。哇，咁真系犀利，车厘龟，好值得培养啊！好，你决定要选择水系精灵车厘龟哇？你点样睇得出系水系啊？虽然佢系有少少液体状啫，下一只火系啊，呢个系火系。选择你小火龙，你要耐心咁培养佢啊！你确定你要拣盐系精灵？好，咁依家咧就系随机模式啦。咁三只入面其实最劲啊，系啦，最劲嚟讲一定系呢一只，一定系最劲嘅。咁啊，所以同埋咧，佢讲到系随机模式同埋困难咧，我系咪要？简直劲少少咧，我哋应该要简直劲少少啊，系啦，冇办法，我冇理由拣向日葵嘅，死拣向日葵，或者系呢一只，呢只都 OK， 但系就呢只应该系排第二，烂泥排第一，好，我哋拣烂泥一定要，好，我哋拣杰里龟、车里龟，好啦 ，OK， 冇咩特别，佢出到嚟系咪真系会攞嗰只咁样向日葵种子？如果佢攞向日葵种子，我赢硬啫，真系。OK， 毒牙师，哇！呢啲咁嘅技能死得咯，毒牙师生长啊 ！OK， 你已经玩完啦，扎根啊 ！OK， 拜拜，已经赢了，轻松。我要令个精灵变得更强，阿爷再见。好啦，咦？呢个咩人嚟噶？点解有两条友嘅？大博士助手，大博士咧可能咧生得唔够靓仔，但系佢系咧精灵研究嘅权威，精灵训练师好尊敬佢。你咁讲系咩意思？请问？好，
呢个系咪有啲咩特别嘅？哇，你简直太不可思议啦！咩啊？而家可以用 start 按钮对背包中进行排序，咁犀利。OK， 我哋睇翻呢一个烂泥嘅特别嘅性格啦，嗰啲资讯。性格系温顺，已经死咗。呢、這个好似唔知咩加特防减防。特性系黏住特性就系令到自己嘅物品唔会俾人偷走啦。啊，然之后呢三招全部都废技嚟嘅，可以出发啦。呢叫咩噶？快啲快睇！我将其中一个训练师 tips 抄落嚟，请按下开始打开菜单。咁样就系一个介绍啦。哇，头盖龙啊，劲个头盖龙，呢只可以捉喎。其实 ，OK， 商店职员。送个 sample 俾我 ，OK？ 哇，臭花啊！应该就已经改过嗰个嘅随机遇敌啦。哇，面具，因为冇可能一嚟撞到啲咁嘅精灵喺度。OK？ 哇，电斑马，劲喎呢度，但我唔知道第一个道馆系咩道馆喎，老实讲、啊，完全一无所知啊！我依家对呢一个情报，咦，隔篱有手表咩哇！招7500蚊可以改性格，犀利喎！接待人同我讲可以随便使用角落嘅电脑，真系太和谐。有咩咁特别？基本嚟喎，阿伯。好呢度，跟住要帮佢拎个包裹，拎完包裹好似就可以捉精灵。系啦，我哋捉只头盖龙，因为头盖龙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强劲嘅战力，佢系拥有145攻啊，冇记错。佢个体值个攻击系超级高嘅，但系佢个速度亦都系超级慢，同埋个突防超级低。如果冇记错 ，OK， 好啦，图鉴呢个系好，佢要喺家姐嗰度攞图鉴，攞地图，我都要过去攞地图。阿爷要你帮佢跑腿啊，唉，真系难俾你啊呢个。好，我攞地图啦，之后我哋就捉嗰只，哇，暴细龟都有。我开始怀疑咧，佢咁样随机会唔会令到佢呢个 game 更加易玩咧？会唔会咧？唔知道我真系佢咩精灵都有噶呢度，即系咁多精灵出现嘅。哎，我要嘅嘢出嚟啦！好，我哋要头盖龙啦呢度，因为呢度我哋唔可以用掉泥啊，佢掉泥太高攻啊，只烂泥，所以一定掉死佢。哇，四副先唔掂。我惊一阵间佢死咗。得，我哋望望头盖龙先。咁啊，头盖龙性格系胆小，唔系咁玩我啊，大佬，你胆小，咁咪要改性格咯。唉，好啦，我哋改性格啦，7500蚊啊嘛。好，我哋就储钱改性格。嚟啦，我哋嚟到第二个公路，望一望我哋嘅烂泥几多能力值先。18攻其实够做嘅，18同14应该够打嗰个嘅 MK 嘅。哇，柳木妖啊，柳木妖唔够打喎，应该系嘛？哇，惊吓大镬，换一换重先，即刻换头盖龙，换臭泥变硬。哇，唔够打喎，咁劲嘅啲精灵，或者可能系我用错技能，应该一嚟用变硬先，变硬。跟住我哋用错毒瓦斯，哦，佢惊吓，哇，佢好劲喎啲技，佢啲技有啲劲喎，因为佢系配紧生长再加惊吓呢个组合喎，我加防都搞唔掂佢，可能要升一升咧，拎多招技嚟得唔得啊？哇，佢啲 level 改，佢啲 level 劲低喎啲精灵，每次打得10惊呀。53啊，嗰只衫咧，所以高少少经验值，啲问题嚟啫。我第一嚟用个毒雾先，一嚟用毒雾，跟住再用变眼，再变眼，再变眼，哇！惊吓咗。呢度食药啊，道具暂时不能用。哦，佢有特性啊呢度，咁啊大镬啦，抌嚟。哎呀，哇！真系唔得掂咁样。好劲喎佢，有咩方法可以赢到佢？好似冇喎，惊吓，真系冇喎。呢度成队武者可以打赢，只能靠烂泥嘅
系咯，只能靠烂泥学到招新技打赢佢。但系烂泥有啲咩技？一招毒技咯。如果佢有招毒技就赢到嘅，冇就难啲啦。望下呢度有冇啲咩特别嘅角色先。改昵称呢个咧，我爸都中意精灵，冇咩特别啊。呢只有冇用咧？呢只都呢只要升啦，哇，劲低咧！佢依家嘅情况咧就好似当年 Pocket MMO 咁，呢只都 OK 噶。捉呢只先，就得翻一个精灵球，唔紧要。我哋使用咧一个 SL 大法，入去啦，暴细龟，唔该你。暴细龟球啊，你都入去啦。哎得 ，OK OK。暴细龟咁啊，加防减攻，哇，系咪路噶？点解好似招招只只重都咁嘅样嘅？点解？我已经三只错性格咯，佢咪特登噶？我哋试下啦呢度，谂下先。佢一开头如果暴细龟嘅话，岩石打磨呢冇乜用噶。一嚟应该用贝壳斩。啊，系佢草系嚟喎 ，Oh no！可以说再见啊，又黐线，唉，冇啦冇啦冇啦，好难玩啦、啊，已经扣咗100蚊啦呢度，我可能要升多一呢，睇下佢有冇技能先得。好，我哋而家升到第升到9呢啦。好，依家我哋嘅烂泥升到9呢，但系都系相当之脆弱，因为佢个特性实在太差啦。竟然系减防，如果佢呢个加防、减特攻或者减速度都好，但可惜唔系。好啦，我哋试下啦，一嚟先用毒打先，我快过去 ，OK， 依家变眼，跟住即刻再变眼，再变眼，赢啦，有机会啦，因为我快过去啊，依家，跟住再用抌泥，变眼，回心一击，咁冇计啦，诶、欸，毒死咗啊，点啦？佢打只咩嚟？咬住开壳，唔要水枪。下一只系咩啊？向日葵啊！向日葵唔够打喎，应该。诶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吸收死咗。我两只怕草喎、啊。边眼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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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虽然唔知边眼有咩用啦，已经。哇！唔系话大佬。好。咬住草笛都中到，唔系啊嘛？草笛都中到，会唔会太过分啊？今次一定可以赢到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升咗呢只龟，赢硬呢度一嚟用咗个毒牙丝先，咦佢咪避咗啊？唔紧要，我哋即换暴细龟，再咬住，咬住，咬住，换重咬住，抽嚟用。毒牙丝 ，OK， 跟住抌泥，草顶唔紧要啊，我可以吸死佢嘅，跟住呢只就再用毒牙丝抌泥，唉，终于赢啦各位，唉，好啦，好辛苦啊打呢一个真系太过劲啦，佢啲虫点会第二只有只咁嘅柳木妖喺后面，然之后周围附近升呢又鬼死咁低呢。啱啱我饮过咖啡，咖啡咧系我每日嘅必修课。你手上红色盒系咩嚟嘅？哦，陶鉴啊，俾啲建议你啦。陶鉴咧会喺你收获精灵嘅时候咧，自动吸收自动更新呢个资讯。唔知点捉啊？教你剿王，教学电视啊，唔知有咩用？教你做一个合格嘅精灵训练。诶，哦，对唔住，我认唔到你啊。我系呢个大木博士一位助手，我只系你咧。俾博士攞啲包裹，我谂佢咧俾呢个你嘅，但系佢冇及时攞到图鉴咩噶？保重咩噶？图鉴导航系图鉴导航系咪呢啲啊？哇，有埋咩、啊？有埋个体值、啊，犀利喎呢个图鉴，有料到啊 ！Pokemon 几时先出呢啲图鉴？想问，几犀利喎呢个图鉴？抌泥，好走，
我哋入去呢一个草丛望一望啦。我哋今集咧应该会去到道馆嗰度望一望，去道馆嗰度望一望究竟咩精灵。哇，蒙哥奈啊，蒙哥奈有啲难搞，毒瓦斯啊，继续边啊边啊，抌嚟搞掂，飘飘球啊，佢飞人系喎，但唔紧要，我哋暴细龟咬佢 ，nice， 相约。佢连相约嗰个都有图片嚟到支援，几好啊！右爪王呢只继续，呢个虫系，我哋可以换一换嘅贝壳印，贝壳印啦 ，OK， 解毒药呢度。精灵球呢度做咩啊？精灵嘅进化知道几多？哇！点解佢特登望另一边啊？吓，特登引我去揿佢啊！哇！呢只系暴龙喎，呢只系水技。话时话咧，佢属性嗰度咧有唔同颜色噶。佢呢个水黑住佢就变绿色系嘛？好，唔紧要啦，要行。系啦，地面系绿色，咁所以系佢有嗰个黑属性。咦，有碎石呢个位置。OK， 哇，点解会系你噶？不过都赢到嘅，应该系嘛？佢太低咧，冇技能啊！太低咧，所以冇技，毒死佢慢慢。搞掂。到啦，蒙哥奈啊！呢度应该有隻电电虫喺附近嘅。哦，你好啊，喺我挑战小光之前想捉啲精灵。哦，你都想挑战啊？咁点解我哋唔打一场？点解我哋要打一场？哇，龙虾小兵啊，唔够打啦，好明显我系，我唔系想讲对面唔够我打，系我唔够对面打，因为我冇技嘅，佢仲要用特攻嘅技能抌佢嚟，木手攻毒佢先，再用边啊？木手攻我打唔赢我啦，因为得个招。我系咁用钉眼、灯眼、定身法呢啲咁嘅废技，使停咗一招泡沫先都有用嘅，系啦，即系对面如果用啲黐线嘅技能，我就可以咁样 stop 定佢。我已经好耐冇咁样输过，但我感觉咧相当之有趣啊！呢个俾你，我有一个哇，学习装置能力查看，佢会喺上盘市逗留，劲喎！你知道点样进化可以停低佢？咁 B 制。好啦，我哋咦 ，mega 石喎，好，我哋而家有几钱啊？4400，我哋首先尽快一定要改咗臭泥，即系烂泥兽嗰个嘅性格先。呢个咩人嚟噶？咁有趣呢个人个样。我有一个朋友送俾我精灵打，连佢都唔知咩嚟，只知5000蚊咁贵。去博物馆看过你吗？月见石嘅化石。呢间咩嚟噶？当精灵咧进入异常状态咧，会容易啲修复。精灵喺成长会学到新嘅技能。好，我哋依家第一站就去新嘅道馆度望一望。呢个咩人嚟啊？有咁样一个传说嘅话，皮皮系嚟自月亮。喺嗰个之后月之石先出现喺月见山。我系你啦。究竟佢系咪岩石系嘅道馆呢？唔知道。道馆闩咗门。可竟然有啲咁嘅剧情，参观博物馆咯，叫我。呢个啊，感谢咧，令我咧活着咧咁长时间，我从来未见过咧真正嘅龙嘅化石啊！呢位，我需要只比加超太可爱啦，一只比加超我去捉。呢个月咧，我哋正喺度咧进行展览。呢个咩人嚟嘅？嗰个道馆嚟嘅，1969年第一日咧登上月球。为咗睇到个新闻咧，我买咗个彩色嘅电视机。好，月珠石吓，好特殊咩？睇嚟烂石嚟啊嘛！似乎咧冇任何关于 mega 石嘅信息。哦，你好，阿速，原来系嚟自成都地区嘅馆主阿速。我喺关东咧寻找呢一个 mega 进化嘅信息，到依家咧目前一无所有。你需要一场战斗啊？哇，唔系话几时？我几时讲要一场战斗，大佬？佢非人系呢只暴细龟啦，水系暴细龟几劲？哦，佢个学习装置全队都食噶，几劲，几好啊，唔错，都系一个新嘅咩嚟？唔系啊，话你玩啲咁嘅嘢，
即系用新嘅 setting。哇！玩啲咁嘅嘢，条友仔啊！咩嚟噶呢只？哦，降海鸦嗰只水技啦，都冇得拣。佢又落地啊！岩石打我咁，黐线系咁回血，低能雀仔，搞掂。感谢你精彩嘅战斗，好，希望我哋再见。好遗憾，我冇徽章俾你。哇，回血喎呢招技，但系冇用啦，我冇雀仔喺身。我冇谂住捉雀仔，其实，因为雀仔老实讲冇咩边只雀仔特别劲，系得几只雀仔劲嘅啫，系啦，即系飞行系啦。OK， 馆主嚟啦我。诶、欸，未来嘅冠军你好啊，睇嚟咧呢一个系你第一次挑战道馆啊嘛，所以咧我咧要负责话俾你听呢一个嘅规则，命中率降低招式同埋提供闪避效果已经从提高闪避啊。即系影子分身同埋缩小嗰啲全部冇用喎，接力模式从呢一个比赛除去，哦，即系全部都要接住啦，接住打。睡眠条款生效，每队只能另一只进入睡眠，一击必杀将被移出啊！喺训练家战斗无法使用背包，哇！弱智训练家冇得用。喺每个 boss 前都有一个等级上限，当到达上限咧会显著降低。当升级到比等级上限高出太多，精灵将会不服从。消耗品持有道具在训练家之后会返还。OK， 战斗方式是强迫设定，你不能从训练家偷道具。如果你想我重新，我就再讲多次。祝你好运，咁有趣，有啲咁样嘅 setting。好，哇，冰雪巨龙地面啦、啊，哇，佢用嗰啲咩技啊？激落。咁嚟啊！呢度冇得，呢度冇得缓重，因为佢冇咗冇咗个招嘅咩，冇咗嗰个接力嗰个规则。但我都有得赢喺度，犀利。OK， 快回血，可以回血噶嘛？系嘛？应该冇理由唔会得啦。好，睇嚟应该唔系岩石系啦，呢一度变晒随机啦，呢度，所以佢唔系岩石系。你终于嚟啦！我就系小光尼比士馆主，我坚如磐石嘅意志力咧，甚至喺我的精灵身上都好明显。坚如磐石，应该系磐石啦，有真正嘅沙砾决心，冇错，我精灵都系岩石，明知会输都想挑战我，呢个系训练家嘅荣誉，逼死你嚟挑战我。好啦，展示你最强嘅力量，你最好唔好出岩石系以外嘅精灵俾我睇啊！小拳石，好，呢、這个死咗啦，小拳石一下应该死啦，系嘛？有艰难。大岩石系啊，都系岩石系嘅，但系我唔应该唔会话好难打。哇，重踏，咁样重踏咗，即刻玩完。好细龟，贝壳人，再见。哇，咁高速嘅只大岩石，定系我只龟太慢？六尾啊，再见啦，六尾你可以，拜。哇，鬼火，但系都唔紧要，我哋都赢到啊，奇异之光。运就赢啦，喺度搞掂都唔系好难啫。小光灰色徽章，将呢个带上岩石峰啊！呢招系呢一个技能學習机，里面有精灵可以學習嘅技能。使用技能咧，另一只精灵學習，一个技能只能用一次。当你使用嘅时候，要认真咧挑选拣精灵。39系岩石峰，佢嘅作用系为咗咧降低佢嘅速度，向敌人投掷石头，冇乜特别啊。都几简单，暂时嚟睇啊，吓，暂时嚟睇几简单，可能迟啲会越嚟越难，唔知道啦。好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。记得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听，究竟日后出唔出样好啦。有啲人可能就即系净系想睇游戏画面啦，系啦。咁呢一个就同埋睇大家点击啦。如果点击越高咧，可能我就会出镜率越高啦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